花莲侨王潘若迪市长亲自迎接，备受礼遇。潘老师是花莲的地下县长。哇，就朋友就会派钱来接，去花莲我们没有在带钱，我那些朋友是不让我们花钱，市长都来招待我们。你看，我们去市长办公室吃冰，一出火车站，市长在火车站门口拉炮筒，拉烟火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